战乱会变得越来越多。有时候怀疑你是不是真能看到以后的事。谁能看到以后？不过是天下大事罢了。天姚覆灭，依附着他们的诸多小部族流离四散。在那个时候，因为穷困和饥饿，连争斗都是不敢多想的事。大多数人付不起失败的代价，可现在却不同了。经过了那么久的年月，人族又渐渐恢复了生气。其实这些你并非看不到，只是不那么在意。有乌之堂在，足够护得你们安稳。我知道你并不赞同西陵加入轩辕丘，还带去了城中的冶炼之术。可是乌昭，这毕竟是凡人的世间，身具灵力者稀少，即便是在这座城中，天生能激发乌之血的人也在逐渐消减。过去的那些年，人族就像水中的鱼群，尚未真正聚拢起来，便每每被乱流冲散。若是永远这样，即便再有一个天姚，也只不过是一瞬的星火。把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，成就一个国，人族面对强敌，面对灾劫之时，才能做更多的应变。这么多的人，出身不同，想法不同，谈何容易？但我还是很想跟姬轩辕一起试试看，就算需要花去漫长的时间，就算这一世根本看不到结果也无所谓。大概我天生是个贪心的人，不只要这一世安稳，我还希望这片大地上的人可以永远走下去。你说的都没有错，若是当初魔族再晚30年出现，和乌昭墓里的一样，是后帝。他说过，乌昭死后，他会把自己作为人生置于西陵的城门处。数量不少，看来乌昭已经逐渐打开了两域通道。攻击魔物的那些是什么？灵举之眼，他们是板神器所机关的雏形，当初被造出来之后就先布置在了西陵城内使用。西陵一战，这些机关灵力耗尽，损失极多。眼下乌昭改动法阵的同时也在修复他们，我们得小心躲避。鱼姑娘，为什么我觉得刚才那个人好像是鱼姑娘？进来。真的是你。三星这些造型最好用啊。我的预示已经成为事实，身体已经坏了。我
保送。为了离开阳平，就是被吴兆带走了。到哪里？本就已经命若悬丝，无法可救了。不过方才我感觉到他的意念，至少来到这里接纳魔气是他自己的决定。看那边的阵势，通道是在无知堂里了。那里另有法阵，我会尝试破除，届时小英子与我一起。啊，好。你把自己镇在西陵，也是因为这些残魂。雷祖留在了这儿，我总要陪着他。西陵人不像缙云有辟邪之力在身，这些残魂被魔气侵染后，若是不得净化，且不论是否能再入轮回，恐怕将要成就第二个暗影。这里是雷祖的故乡，是西陵人的故地。我不想让天界插手此事，只是我当初也没有料到自己竟然能活得这么长久。不是我不想进百神祭所，那儿的灵力对我伤害太大了，靠近了根本没法动。谁料想这家伙平时蠢笨，倒是一眨眼的功夫就窜了进去。别，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啊。因着你是淮西一支的后人，这是我对你的宽恕，也是我对你的惩罚。师兄，你把他带走吧。嗯，离开西陵，去找寻更多的身上还留有无知血的人。找到了，自然会知道该怎么做。吴兆，你怎么忽然……无知血，我并没有那么在意，只是到了如今这一步，不妨早做些安排。可是像拜族那帮子人，他们身上也有无知血呀。不是每个人都是静云。带族也好，别族也好，只不过是承载无知血的容器罢了。吴昭，难道你是觉得自己会输？既是相争，便有胜负之术。尚未交锋，谁又可知？只是我的时间本也不多了。有朝一日，这个世上再没有我，没有静云，也没有姬轩辕，真正的胜负或许还在那个时候吧。去吧，替我看着怀清，若不守约，你自可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Thank you.
乌照，这不是我们的世间了，你和我都只是旧日的影子，该归去了。便是残影又如何？是西陵的鬼师吗？比之当年还是差得远了。乌之堂的苏生之术和碑林中所见不尽相同，他们不是不想更早醒来，却只能寄望于一场剧烈的天星禁药，而且因为年月太漫长，原本的力量也失去了很多。的确是过了非常久，我在想，那么长的时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，前辈也尽心竭力去净化西陵的魔气，就算是这样，乌照的想法也不会有一点点改变吗？他不会变。你觉得他真的不明白，就算倾力驰援也未必能保住西陵吗？他只是意难平，只是不能原谅我们当初做下的选择。有谁？这里离乌之堂已经不远了，姬学员，你带岑英先走，见机行事。好。跑跑去是不是？把你抓来之后是怎么想的？但是凭你，也配站在这儿？早知道不要救他了，当初若不救他哈，他不会出现在这。
身份防御。好。想破除这个法阵，恐怕需要一些时间。乌兆此刻不在无知堂内，他在西陵阵法的中心之处。你和岑英对付这里，我过去。这样的话，北洛你那边会不会太危险了？我同他一起去。符银留在这儿，若有变故，我也能察觉。北洛，你只要按照你希望的去做就可以了。这是隐迹之阵，小英子，你来算正位与艮位。好。若是不能破阵，魔可以出来，我们却无法进入。云无月，等一会儿，请你不要出手，就当是我的心愿吧。我明白了。这是他十岁时雷祖送的生辰之礼，他一直十分珍爱。百神祭所内，他为什么要不听我的话？其实没有不听，只不过因为他发现了我身上的巫之血，他怕我会威胁到你。最后他是自尽的，所以呢？你们后来找到了破去苏生之术的方法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那把刑具。接下来如何？你要用它直接杀死我？打一场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便罢手。有何意义？我罢手，你能够放下心中的仇恨？不能，我们之间永远是不死不休之决。我只是不想再一次的那样杀死你。静瑜，你不觉得这太可笑了吗？手段吗？为什么？你觉得可笑？是静云到死都不能放下的事。你是背向而驰，已经无可回头，何必再多说？赵，你这个直而不化的疯子！现在他把对话讲讲了吗？讲了吗？他讲了。武赵。最后一集了，
走好慢。这要怎么躲招啊？抓手感，我知道。是什么佐助跟鸣人的对决啊？对，让我想到佐助跟鸣人。
可惜，竭力而为还是不能胜利。然而胜负又岂在当下？至少这一局是我们赢了，否则便根本没有以后。且看来日。他所剩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更少，要是不去动西陵的法阵，也不与人交手，大概还可以活很久吧。可那样也不是他。北洛，乌照他。前辈说，乌照怕是仍有别的谋算，他要回到自己的身体里，重新掌控西陵的法阵。乌照的确留有后手，或者说他永远都有后手，石鸠也没有现身。无论如何，先把这里的通道毁了。前辈还说，不用理会他葬在何处，若是有空。便去露西替他送行。知道了。这个通道很不完整，是不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开？不，我是说乌照施加在这里的法术是残缺的，有可能他不能再分出更多的力量来，有可能他对于在西陵打开通道仍然心存迟疑，也有可能他做了别的安排。走吧，去露西。风族长，你们这是？姬灵族要迁去别的梦境了，几位是来找姬轩远大人的吧？快些去，这个梦没有多久便会消失了。嗯。风族长，你们都已经跟前辈告别过了吗？我倒是想过留下，不过大人也不会允许我陪在他的身边吧。你对前辈？我仰慕他，但也仅止于此了。有缘再会。
我送你们一程。这个梦境已在崩解之际，即便没有魔物，路上也未必安稳。那便多谢。